再打一次而已啊，啊就都不要通关啊，新系列都下去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啊，我没有暴气啊，我只是有点生气而已啊，没有啦，干嘛生气？该那个，这只是我忘记他有新入进销呀，我的错啊，这生气什么？太容易暴气了吗？气扑气扑 R 八是什么东西？笑死笑死！哎，那个笑死的那个贴图好不好用？哎，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次的贴图呢是今天才上线的嘛？然后大家如果在试用之后，可以给我一些建议。现在还有机会叫会师改一下，或者是大家觉得最喜欢哪一个贴图，可以给我一个建议。然后大概如果大家觉得这都很好用的话，那就留下来；但觉得不好用，再细调、细修一些。最爱退定，我最喜欢帅，我觉得稳最没用。啊，为什么稳是那时候票选出来感觉大家都要的，啊不然稳要改什么？红哥头上那只什么天竺鼠车车，你稍微 Google 一下应该就可以看的，看那个天竺鼠车车。稳好用啊，退定不错，退定也不错，那个是不是感觉很强啊？按希腊轻松过，土拨鼠车车，它不是土拨鼠，它是天竺鼠。土拨鼠跟天竺鼠一样吗？应该不太，应该不太一样吧？土拨鼠感觉比较大只。时风我没看到，时风这个礼拜五才复刻啊，对嘛？不一样吗？哈姆太阳是哪一种？哈姆太郎是哪一种？是会唱歌的那一种。最喜欢的东西，对吧？其实哈姆太郎是歌手啊，你都不懂。土拨鼠是那个会叫很大声的那一只啊，那个梗图你们知道吗？黄金鼠，鼠的种类好多，唱歌的很对劲，快跑啊哈姆太阳！哈姆太阳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。现在年轻人懂，有看过哈姆太阳吗？是不是都没看过啊？之前不是说星期二吗？我也印象中好像是星期二，但是我看稍微查一下资讯，好像是星期五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到昨天都还以为那个始风网复刻是星期二，不知道是我误会还是怎样。反正总而言之是这礼拜五才开。台主瞬间老了一辈，为什么？你们没看过？哎，对啊，说不定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懂哈姆太阳是谁。我都26怎么没看过啊？你小时候可能都在看珍珠美人鱼吧？还是你小时候都在看什么？你小时候还有什么可以看？面包超人，还是那个草莓百分百，还是厨包王女？你看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看了什么。德克斯特的实验室，一股老人味从荧幕后面飘出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哈姆太郎，田中太郎，汤马士小伙子，小笨狗，你害我好丢脸啊！阿红胖胖，我大胆猜测过年黑金是刘邦，我不知道啊，过年我就知道了，过年也快到了，我猜应该有可能吧，刘邦加一，探险活吧。你是用电脑转租还是电话？电脑。
我是有模拟器转的，然后电绘版。我2017年在看《海贼王》，当时我才一个月。你一个月你就看得懂《海贼王》吗？你不是天才，就是你的基因里面有查克拉吧？我不知道，你一个月就看得懂那些东西啊？太神了吧！守护甜心，感谢找了30块的霹雳酷乐猫，太老了吧，各位！所以今天是什么怀旧老台吗？其实可以转。接下来我要来隔珠。从面上去好了，大家把它撞上去应该就可以了。Benton 是那个可以变成怪物的手，妖怪手表的始祖吗？只差他不会跳舞。这样讲会不会对 Benton 太不敬了？但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这不是妖怪手表不是 Benton 吗？还可以，好像不太一样哦。Benton 是可以变成怪物，然后妖怪手表是收服怪物，是这样讲吗？不是斗内，我看啊，还有斗内，感谢哲豪的30块斗内，有啊，这个我有念啊。哦，乌鸦的3块斗内没看到啦，我都看日版的《飞天小女警》，后来好像有重置，对不对？飞天小女警，我这个转珠体质就可以看到谁是新珠了，暗珠是新珠。好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谁是新了。暗珠是新珠，所以暗珠不能手消，暗珠用叠的。行啊。啊 ！fuck， 算了，应该打不死我吧？妖怪手表不排除提高。拍谁拍谁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像。家和万事兴。接下来记消一 combo 的版面就好了，因为现在我们要开那龙壳。校园交啊也很赞。阿贝有念我的抖内吗？我刚刚有啊。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念完就忘记了。四千顷，你为什么呢？好，讲个更老的啦，飞龙在天啦，怎么样？老不老？点点点，好，拉回去看。你在讲什么啊？你跟你讲那个日本的飞天小女警，我不该不是回应你吗？飞天小女警后来有重制版啊。饼。酒终于带走了，真是哭啊。麻辣一般跟终极一般跟麻辣天使，麻辣一般是什么？紫禁之巅，我觉得紫禁之巅根本就他那个感觉可以做得很帅的，就跟终极一般那样做法就好了。终极一般也是，如果你把那特效拿掉就很尬，就一群人拿着锅子在那边拼战力指数啊。紫禁之巅只是跳舞，然后他们忘记加特效了啊。如果他真的加特效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，至少看起来没那么尴尬的作品嘛。